амандашы қалам деп аябай қанышқан данған нақыл айтын үйінен аябай қанышқан данған нақыл айтын үйінен. 我叫铁力瓦尔蒂·白山纳洪，是一名马纳斯奇。我外祖母是热爱马纳斯，她从小就培养我。她不是马纳斯奇，但是她会讲马纳斯。他在草原上放牧的时候，或者家一个人的时候，演唱马纳斯，在人面前演唱马纳斯的时间不多。5岁那年，在外祖母家和他一起走去半山腰喂牛的路上，我第一次听到他细细的歌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让人着迷，那歌声至今依然在耳边回荡。这是我的徒弟阿尔斯坦别克，我也开始像外祖母一样给下一代传授马纳斯了。吉苏普妈妈也爷爷唱的八部分马纳斯诗诗是230多万行，我最起码给他读一遍，他才能更好的学习马纳斯。他还是年轻，记忆力也好，所以他多学一些马纳斯内容。以后他想做马纳斯奇的话，他不会内容不行的。说啊，那别，叫学点马纳斯，难不咯？马纳斯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外祖母教我唱。这是我外祖母收集的关于马纳斯的资料，和他父亲留给他的手抄本，后来外祖母送给我了。看着这些马纳斯资料，我感觉到我外祖母特别热爱马纳斯诗诗。外祖母说，他曾经在梦中得到过指引，家里会有一位马纳斯奇出现，他害怕承担不起的那份责任，现在我可以承担起来。我这些努力和延长马纳斯的过程，我相信我外祖母会天上看到。准备今天演唱的片段是吉苏普妈妈爷爷的唱本马纳斯部分里面的阿加特河岸的大混战。我就要唱的是这个部分，因为是我2008年第一次拜见吉苏普妈妈爷爷时候也唱我这个片段，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片段。今天准备的也就是这个片段，我希望我自己取得好成绩，也希望在我徒弟还有学弟学妹们面前给他们鼓励一下，因为是第一次向舞台的学弟学妹们也比较多，所以我就在他面前好好表现，好好演唱马纳斯。在马纳斯的传承中，马纳斯期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在比赛中互相学习，在每一次演唱中锻炼自己。传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充满热爱。
去年出版了玛纳斯国语圈译本，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听懂玛纳斯的故事。玛纳斯的歌声能传唱至今，离不开演唱者，也离不开听众。经历一代代的玛纳斯期的演绎和传递，依旧在回响，而且今天有更多的人可以听懂它。格尔克孜人的生活上很多事情都可以在玛纳斯上找到，有讲述民族团结、天文学、医学等，还有关于友谊、互相帮助的故事。玛纳斯不仅是英雄的故事，也是智慧，是我们生活的指南者。